各位喺美國嗰邊咧，有一個咧民間辦嘅大型活動啊，叫做 The Burning Man 啊，The Burning Man 咁啊就喺 Nevada 噶，咁啊就喺Las Vegas 嗰個州入邊，咁啊喺一個地方叫做 Black Rock City 啊，咁啊就而家咧傳說啦，嗱呢個傳說啦，老葉證實唔到啊，就係咧有個 Ebola outbreak 嚇，有個傳染病。伊波拉啊，咁原因系咩呢？原因呢就系喺嗰度咧之前啦，就落咗场大雨啊！呢度，咁啊，大家见到啦，呢度啊湿劈劈嘅啊，由头睇起啦。呢度条路冇乜所谓啊，但系你见到佢哋嗰啲campsite 嗰度咧，就冚唪唥都系泥浆啊！喺一个咁湿嘅情况之下咧。病菌啊，好容易傳播噶，咁所以咧，大家睇下啦，啲路泥漿啊、泥漿咁樣之類，咁啊呢個形成咗呢個伊波拉嘅傳播啊，咁呢度啊亦都話啦，喺2023年啊，有呢樣嘢啊，不過咧就有人咧爆出一個呢啲佢哋唔緊要啦，有人就爆出啦，原來咧早一啲時間咧。系已经有人咧预计到会有呢件事嘅，睇先喺边度？唔系呢个啊？咁呢度有啊？呢度有人否认啊？唔系啊？呢、这个就系财富杂志话冇冇冇啊？呢、这个系几时噶？呢、这个系2023年9月2号嘅，就话呢度冇伊波拉嘅籌備，但係咧就有人話有人話冇，所以我就話我冇辦法證實到，我只係知道嗰度而家咧係非常之潮濕。咁呢個所謂嘅 Burning Man 係咩咧？咁樣就係已經好多年前噶啦。咁佢哋就會喺佢哋個 Labor Day 之前嘅大約8、9日啦，咁啊就會聚集喺一個沙漠嗰度，咁啊大家搭棚咁樣，而中間咧。就喺个大庙啦，然之后咧就系临到最嬲尾个星期六咧，就将佢烧咗佢，所以叫 The Burning Man。第一次烧一个人像嘅嘢噶啊，咁所以咧呢个就系1995年嘅图像啦。咁我哋睇睇嗰时咧烧1995年啊，咁啊呢度人嗰时冇咁多啊。咁啊，就一班嗰啲年青人咧，各種各樣嘅嘢喺嗰度唔好睇啦，你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慢慢睇啦。呢、这個就係 The Burning Man。咁啊，到底喺嗰度今年有冇伊波拉嘅傳播咧？咁樣我證實唔到有人話有人話冇咁啊，到底點樣唔知啦。